你永远看起来都很从容。然后我好像印象中没有看过你慌慌张张的样子。读本的时候啊，开工的时候啊，或是我们约聚会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焦虑型的人，好像就是我这几年很能接受我自己心里是乱的。说其实我很紧张，我就觉得紧张就紧张啊。你这样蛮正面的耶，其实就是当你有这些比较可能属于负面的情绪产生的时候，就觉得说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我就这样，现在就是这样。对，我就来不及，或者是我今天就是表现不好就算了。就是疫情开始以来，其实我学了不少奇怪的东西，我还要去学射箭之类的。你说最近吗？也不知道以后会演到什么角色。那你要反正先学起来嘛。我蛮无聊的，我这段时间也稍微学了一点意大利文，就是也是哇，就是也是很无聊的。可是你这个就感觉比较实用，也比较优雅。严格来讲，不可能用得到嘛。就是我觉得任何事都应该可以去尝试看看，不要在没有尝试之前就觉得不喜欢。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是他一直就是阻止自己心里的声音去实践。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不一定要有很明确的目的，心里有一个欲望或者一个好奇，你就做做看嘛，也不会少快乐。对啊，就是重要是那个体验啊。